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被野生捕捉，其事笑称不可疑坏坏。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今天在脸书被网友贴出一段哦，开车等红灯停在机车停等区，对于占用道路机车停驶区感到抱歉，自己小孩也是骑机车，自己不该占用道，会接受惩罚。中山警分局交通组表示，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开出900至1800元不等罚单。